有放弃，不是退回，是放弃这个学历，是我就想到我不想让我那个教授被霸凌，越滚越大，然后波及到越来越多的人，就我自己来承担。我那个时候当下真的也很想死，不想要我的女儿以后真的 Google 我的时候，我是被停留在乱七八糟的样子。我想要做人，所以我就想要走出来那种做人的感觉，不是说为了政治